他们刚开始要修建大道的时候，这个社员都说这些在修个大高坡子。狮子头镇口子山穿山公路新建工程，在施工过程中，我们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施工。在施工过程中，我们发现了这段路是一个比较大的纵坡，但设计图纸是一个平坡路段。我们用水平仪反复测量，确定和图纸设计是一样的，是人们的视觉产生的错觉，让人们感觉到是一个有坡度的路段。公路竣工后，这个坡度更加明显，又为此段路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。